生还是律师？医生。土豆粉还是海鲜砂锅？你说方小然还是我呀？方小然。海鲜砂锅。你自己呢？土豆粉。手术室还是监护室？监护室。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周小芳还是林野？周小芳。再多问就不礼貌了。Help me to love like you loved, to serve like you served, to speak only words of truth. Help me to care like you cared, for a word of despair. Help me to love like you.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people,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,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.三班什么三班倒没休息，是吧？三班倒不休息，真的是变成三班倒，连夜里都要倒。那就是我接周主任的班，然后你来接我的班呗。就怪林主任给我们三个医生取名起的三班倒没休息，果然是没有休息。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，因为每一天都在杀。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哎呦太冷了。夜班医生下班，因为从几天前就已经在看戏了。小人家沙井，你要离开这个门诊了。哦，太好了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36号棚即将杀青，即将杀井。恭喜心内科主任周小芳的扮演者赵玉婷老师和 ICU 医生方小然的扮演者王小彤老师杀青。把这事情那些给人家，给人家。没有没有，我把两边那个拿走。拿着都喝了，吓一跳。这都是一些小胸针，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杀青小礼物。猜猜这个是给谁的？它是一个非常白白干净的猫咪，小药袋儿，哥哥。杀青快乐，林毅，杀青快乐，是一个小柯基，因为林毅呀，狗啊，是真的狗。这个是给我自己的，小然，这是给方小然的，方小然，杀青快乐，杀青快乐。